首先先来关心家己市的消息，推广全民运动，鼓励身心障碍的朋友走出家门，甲市民同乐。家己市103年国民体育日社区联谊运动嘉年华，伫7号下晡伫文化路中央广场开幕，同时嘛表扬家己市体育运动杰出人士甲选手，以及推动有功人员。自立法院在102年11月26日三读通过《国民体育法》部分条文修正案了后，每年9月9日被定为国民体育日，为推广全民运动、增进民众参与运动机会，特别举办这次国民体育日社区联谊运动嘉年华会，和社区甲运动相结合，同时创造一般民众以及身心障碍民众运动体验机会。我们特别来办一场运动嘉年华，你也许还没有感受到运动的重要，我们要让是全民运动，大家一起来，特别有身心障碍的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你也可以做得到的，你也可以做得到。所以我们更结合学校，更结合所有身心障碍团体，大家一起来，嘉义市不分你我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都可以出来运动。所以嘉义市是一个最有活力的城市，对不对？嘉义市103年国民体育节社区联谊运动嘉年华，是一般民众以及身心障碍朋友拢会当做伙参与的运动嘉年华盛会。活动现场有卡球、热热棒球、保龄球、链球、溜溜球、飞镖、堆球、羽球、垒球以及篮球等10个运动体验区。体适能检测区、运动美食区以及社区在地竞标活动，活动内容非常精彩。嘉义市表扬体育运动杰出教练5位、杰出运动员5位，甲选手推动有功人员17位，以感谢因长期的奉献付出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